测试一下，测试一下。喂喂喂，哇，这个我要帮三爷解说一下。准备好了就倒数了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OK。那么这个游戏呢是 Summer 大大做的，应该是前年做的一个中流程的一个综合。OK， 然后正式进入关卡。然后这个综合呢，主要道中主要都是坑，还有绕路，就是找路，主要是这两个元素。然后有两个 boss， 两个 boss 都有点难。然后游戏有 easy 版，如果原版打不来，可以去打 easy 版。easy 版不是特别难，原版还真的有点难。这边直接从这边跳过去，上路是假的。这边的话到右边把两个按钮全都打了，右上角那个按钮本来应该是绕到上面再打的，但是这里为了速度快一点就直接在这边打掉。然后呢，这边最左边的那三个砖是假的，然后这边有个绿色的老果勾引一下。OK， 这边从下面走，上面走的话你会被那个板子给堵死，下不来。哎呀，这边好像掉帧了，这边好像是掉帧了。这个翻的有点大了，刚刚能看出来应该是掉帧了。这样重来的话，这边的开关得重打一下。对，这边是有一个绿色的两个绿老果在二人转，这个躲稍微躲一下。然后这边有个近路，可以不开左边的开关，直接从下面蹭板过去。啊，这个赛爷去调码率了，刚刚太卡了。OK， 好了，然后这边近路走完之后，然后我怎么开始闪现了？我的天！啊，作者来了！呀，我这边卡了，等一下。然后这边这个伸缩刺的中间那个是假的，中间那个不能站，一站就死，所以只能站第一个和第三个。然后走右边中间，下面是一个顶三，如果你能过顶三也可以走下面。这边勾引一下回来然后再走。然后这边自信不存档，直接下去，走下一个档。
然后进入这个黑暗森林，稍微黑一点，但是还是能看清的。然后这边的话是，绕到右边，下面现在走不了，因为没有二段。现在就是要绕一个大圈，去那个下面。这边看一下开关之后上去。右边那个路是假的，然后这边自信不存档。这边的话最左边那个砖是假的，不能踩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边有个坑，会出来一个对，刺会过来，然后上面这个不能磕头，一磕头就会上去，是假的，专门墙是假的。 OK， 这样绕了个大圈下来。然后这边呢是这样的一个机制，就是你必须得在这里稍微等一会，但不能等太长时间，因为上面会有个刺把你给封住，然后下面这个砖呢踩一下就会被上面的刺给弄掉，所以得尽快去蹭板。来到这边，然后这里绕一个大圈，就先上去保留一个二段。哎呀，这里不小心死了。这游戏怎么说呢？就是原版的话，有很多长存，而且跳刺难度不低，跳刺难度真不低。所以，如果想玩的话，得至少得有一点跳刺基础。然后这边开了开关之后回往回走，这边的上面这个砖开了就可以走上面，然后这边从这里直接上去，从板子上去的话你就中陷阱了。这边往下走，上面是那个陷阱，就是这个坑。这边这个水左边也是假的，不能走。反正这个游戏坑有点多，然后非常容易迷路。这边勾引一下这个手里剑，然后直接从下面跳，从右边走的话路是假的，会被堵死。然后这边会遇到一只小树精，其实是那个冒险岛里面的一个小怪。然后这个小树妖是十血，打到九血之后别把它打死，因为打死之后它的尸体会留在这里堵路，所以你得把它打死在一个可以过去的地方。回走，右边现在走不了。然后回路回到最一开始的那个叫沉睡森林的那个地方。OK， 这边的话就要先上去保留一段下来。这边正路是其实是往右边走，这里赛爷抄了个近道，就从左边水直接上去。然后这边这个路又走了一遍就不说了，左边那个砖是假的啊。然后这里就不走右边了，走左边，左边回去。然后再往回走，走到之前说那个板子蹭板子进路的那个地方。
看着感觉还是有点掉帧。对，然后下面这个刺就开了。OK， 然后这边蹭一下板下去，然后触发剧情，然后就会触发冬天这个剧情，然后其实上面那个地方是可以跳过去的，对，是可以跳过去的，参考 TAS 视频。对，然后如果真正的速通是要走那个跳过去的那个路线，这样的话会可以跳过整个冬天的剧情，会节省大概十分钟的路程。OK， 这边得老老实实去开关，因为蹭板上不去。然后这边，因为赛爷要展示一下这个游戏的全貌嘛，所以走一下冬天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由于水结冰了，就可以走到这边。然后这边有两个绿老果二人转，以及上面两个绕老果横向移动，然后绕个圈回去，这样又回到了最一开始的那个地方。啊，这边地不滑。哎，这边水结冰了，所以可以走这边右下角，这样的话就来到了这个森林禁地。如果是跳冬天的话，这边根本就不用来。刚刚下面那个板子是这个树妖，树精到此一游，对，就是无意义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坑你的。然后这边这个刺勾引完之后走右边，下面那个路是假的。然后这边设完开关之后回去，然后这边就是往上走。这边回路交错死了。刚刚那边看到右边有一个绿色的东西，就等会要去拿的，这样可以解除冬天的这个状态。这个存档非常长。这边站这个半格，左边那个是假的，不能踩。然后这边可以跨面存档，然后上去的话，上面那个四个刺会下来，然后所以就得躲一下。然后这边，哎呦，这里不小心撞了一下秋山。这边的正路在上面，下面那个交错好像也能走，我没试过。然后对，这边有假有隐藏路。勾引完之后别回那个坑，那个坑是假的，然后这边直接下去，上面那个地方有刺，如果你以为路在上面的话就会有刺。这边的话其实不用上这个板子，这里也失误了。
那边勾引完之后，从上面走，下面那个路也是假的。反正，哎呦，这里不小心掏了一下。反正怎么说呢，就是萨马尔大大这个综合里面特别喜欢做这种坑。左边那个按钮别设是个坑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普通的跳刺。OK， 然后这面首先勾引一下，然后上来，然后再下去。这边勾引一下上面的那个刺啊、也可以不勾引直接冲过去。然后呢，到这边设一下按钮回去。然后上去，这边存档前面有假路，对，掉下去的话就要GG，得重来，非常坑。这边有个小近路啊，估计是作者就是 Summer 设计失误了。哇，这边掉帧好严重。OK， 进打一个这个大蓝蘑菇，也是冒险岛里面的怪。六滴血，每打一滴血之后会随机出两至三个这个小的蓝蘑菇。前两滴固定两个，后几滴都是三个，好像是这样，好像不是随机的。OK， 最后打的那一滴血可以摊。OK， 然后这样的话就拿到了绿元素，然后要回到那个上面的中间，把绿元素放到那个地方。OK， 这边重新上去一下，就这边得重新勾引一下。然后这边走左路，然后下来跳一下，对，只有这样才能上来。OK， 这样子的话就解除了这个冬天的状态，回到那个一开始的状态。OK， 然后走右路，左路走不通。哇，这掉帧好严重啊！就然后又要走一遍这个坑，就这个地方走了三遍了。哇，掉帧好严重，明显能看出来赛爷这边掉帧。然后走左路，这次不下去了，就从上面这边绕回去。OK， 这样子的话就来到了这边。之前这里如果走的话是冬天结冰，所以走不了。不是 Easy Version， 是原版。
哎呦，哇，这个掉帧掉的。这边这个，哇，这边抛了近路，这边抄近路的话得虚板。这边这个路是这样的，这边有一个隐藏通道，对，但是隐藏通道别进，是个假的。OK， 这边为了稳，下一局存了个岛。哇，掉帧！这作者都看哭了，还行。哎呦呦呦，哇！要不马力再调低一点，还是怎么搞？或者把帧数调低一点，应该也可以。稍等一下，现在稍微调一下。对，这个掉帧掉的是真的严重，打不了。可以看现在效果怎么样吧。哎呀，我这边怎么又卡了？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边就解除这个冬天之后，从回到这边，然后开一下开关之后，再下来，这边这个刺勾引之后赶快下去，因为会堵路。OK， 然后这边的话，上面那个板子是上面那个板子还挺有意思的，上去看的话写的是死吧，然后你就会被对话框给搞死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红老果会下来，这边会抄一个近路，直接抄一个近路，从下面直接能过去。好像还有点掉帧。这边路在下面，不在上面。然后这边下去。换了一个这个地皮，从这边开始的话，跳刺难度都不低，就是会出现各种就是进阶向的这个刺型。这边有一个假路，对。这边要勾引一下，然后再下去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先下去，那个按钮先别射，射了的话路会被那个封死。然后绕个圈，这边勾引一下，然后再过来。这边对，这边有个装着假的，然后再射这个按钮。这吊针看得我都快哭了，我的天！这样已经死了。这样这个按钮必须得在右边这样下落，然后磕头一段磕头回到右边，
这掉帧掉的太严重了，也不知道为啥。哇，还是掉帧。要不然把帧数调低一点吧，帧数。60或者50改到40。好像还是有一点，算了，就往下跑吧，往下跑。我归这边来到第一个 boss， 这个游戏仅两个的 boss 的第一个，这游戏的 boss 都特别特别的淘，就是出将。然后这里速通也是一个大翻脸，后面剩一点血死掉的话会浪费很多时间。首先是这个小叔要会放三招，就要躲，第一招是狙要威仪，第二招还是狙还是威仪。然后第三招这个原理我也不太懂，反正大概有这么一个安定点吧。OK， 然后正式开始 BOSS 战。总共有三招，这是第一招，就先放这个散射弹，然后就放这种这个波浪弹。波浪弹的时候上去可以打。对，背景太瞎了，这个 BOSS 背景特别瞎。这是第二招，第二招是横向和竖向的这个狙，可以固定走位。OK， 这是第三招，这第三招是最反的一招，是随机散射弹加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狙，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 ，BOSS 会放连发狙。这一招上去，那个弹枪非常非常容易死。
还有一滴血，瘫了。OK，过了。基本上等于一次过吧。啊，对，应该就是一命过的，应该是一命过的，应该没死。OK，然后到这边上来射这个石头，这样的话会有水下去，这样的话可以走下这个板子啊，这个板子，如果你站在上面站5分钟，左边有个彩蛋。OK，这边钻一个水珠峰下去，然后彩蛋这事刚刚学长已经说了。OK，然后这边会来到一个比较毒的一跳，看能几次过吧。这一跳有点毒。OK，还行。然后这一面的话，这个藤对上半部分是有刺的，不能高跳。然后上去，然后这边需要勾引一下。对，这个刺会飞上来。哎呦，然后这里不存档，存档反而容易出事，因为后半部分记得坑的话不难。这边有一个刺啊，很容易看漏。我触电就根本没看见那有个刺，背景图搞事儿。然后这里可以直接从下面跳过去，比上面走还简单。然后右下角那边是个死路，有一个牌子写的是啥来着？忘了。对，这边的话是有假地板，还有隐藏砖。刚刚那边直接远跳的原因不是为了速通，而是因为那边那个路是假的。哇，这好像掉帧掉出跳掉掉掉出跳了一个 JC 好像。看着，不过这边为了稳，就上去存个档，因为后面这个档还挺难的。这边假路，OK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正常走法是，从这边绕一圈，开一下这个开关绕一圈，然后再走一趟。但是速通的话，可以直接一次性，开高杆以及从右边下去。然后这个板子的话，稍微躲一下，别上去。然后这边有个构图沙，然后到这面的话，右边就是出口了，但是需要钥匙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得先上去打一个 BOSS，拿到钥匙。OK，这样的话又回到了黑暗森林，但是这里算是黑暗森林深处，然后来到最毒的一个档，这个档我也认为是道中最难档。这个档需要你先上去开关，然后开关会把这个刺给撤掉，以及固定左边的那个手里剑，但是手里剑的位置一定要对，否则跳不过去。
这个手里剑位置有点悬，可以试一下。哎，死了。这个应该能跳，这个能跳。哎呀，也死了。看来距离不够。总之，这个档绝对是全游戏最毒档。啊，差一点。作者出来挨打。这个肯定跳不过去了，这个应该肯定跳不过去吧，这被堵得死死的。哇，这今天这里真的不给面子，太毒了。等会这里还要再走一次，对，这个地方要走两次。我觉得肯定有一股某种神秘力量在后面作祟。主要平时跑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然后今天大会就掉帧，就不知道为啥。
作者撒梅尔大大说了一句不要紧张。飞上去差一点，萨拉大大开始给自己打广告了，还行。对，作者跑个 WR 谢罪。过，哎呀，真的不容易。今天这个吊针吊的是真的牛逼。然后这边有个近路，左边左路是正路，但可以直接从这边跳过来。这个是作者设计失误，然后可以跳过大概一分钟左右的一个路程吧。这个最终 boss， final boss， 然后是一个大树精，然后分成两个大阶段，一阶段三招，二阶段三招。然后这个攻击呢是用这个刺，射刺的话它会往上飞，然后再飞下来打到那个 boss。然后有这么个设定，就是你可以在一次性打到这个刺很多次，打它这个刺。受攻击的次数会加速，一次是一速，两次就是两倍速，三次是四倍速吧，好像是这样。对，所以速攻的话，一定得尽量多的打这个刺。OK， 然后说一下这个 BOSS 的招式啊，一阶段的三招，刚刚已经看到好几招了。这一招是出藤，然后要勾引一下，这个藤是横向的狙，然后躲一下剩下的弹幕，然后剩下两招，估计应该没机会再说了。
这样，然后进入二阶段，二阶段黑血看不见血量，然后也是三招。这个也是疼，但是变了，这个是跳跳神，对，跳跳神。OK， 哦，还是这招。哎，怎么今天一直是这一招？啊，这第二招，这一招是最容易躲的，就是第四，就一直跑就行了。最后会延迟冒出来一个手，那个得跳一下。哎，这里瘫了，这里瘫了。哇，我刚好像说的这一招是最容易躲的，我的。然后这一阶段的这个第二招是随机的这个苹果蛋，有点难躲。然后这是第三招，就是散开的，然后横向的随机弹加上散射的随机弹。一阶段的几招其实都有点脸，有点脸。除了那个疼那一招，稍微比较固定，剩下的两招都是随机，所以挺脸的。OK， 进入二阶段啊，还是这一招，还有一招到现在一直没出现。哎呀，这边这个刺射早了，没打到，空一发。哦，这一招是怎么说呢？好像是脚随故还是什么，反正每一次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在一局以内的这个弹幕形状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又是这一招，最后这个手得跳一下。翻车是肯定的，因为后面还有一大段道中。OK， 这边只剩两血，会加强，会。在这个爆这个 key 的那个位置，固定频率出一个这个小树精。然后如果这一招和那个跳神的那一招组合，基本等于必死。OK， 过了。OK， 然后还没通，拿了钥匙之后得去开门，但是回路回不去，因为有板子挡着，所以得绕一个超级大圈圈。这个作者恶意，然后又得走一遍这里。哎，又是这个噩梦的地方。啊，没上去。这个作者出来继续挨打。
OK， 过了过了过了，这次还挺顺的。然后这次走左边。这边得先勾引一下这个刺，然后上去保留一段，再下来，然后一个大跳。哎呀，这里磕头了。哎，这里不知道为什么，估计掉帧吧，可能是。哇，这个弹幕你这样就不对了呀！这个 Q 辛辛苦苦做综合，还要被你这么说，这 Q 会很伤心的，好吧？OK， 然后这边走左上角，然后会回到最一开始见到那个小树妖的那个地方。对，然后就再继续回去，就故地重游嘛，就是之前走过的地方基本都要再走一遍，除了那个森林禁地那个地方不用走。这是第三次路过这个地方了，这个应该还眼熟。哎呀，这里没磕到头。谁背锅？这翻车谁背锅？那肯定是作者呀。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吊针。哦，继杀键盘之后出现了杀电脑这么一个梗，可以。怎么就我背锅啦？我说啥了？OK， 这边应该会演示一下那个跳冬天的那个静物，因为这样会快一点。如果不稳就算了，应该会演示。OK， 一次成了。对，这个就是跳冬天的那个路线。这个叫森林遗迹，对，然后再走个
七八面左右就应该就回到那个门口出口那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又是一个独跳，对，就这个独跳，啊，又得跳一次。哎，这次一次过了。OK， 马上就到那个终点了，应该还有两三面的样子吧，我自己也记不太得了。刚刚好像又掉帧了，这个刚刚谁奶的一小时稳了。好吧，这个一小时还真稳了，这个肯定一小时之内了。OK， 进门之后那个时间可以停了，这个过了。59分8秒。啊，要不是遭受了吊针攻击，肯定能很快。作者这个夏天快乐 Summer 大大，然后测试员也是圈内著名，包括这个叫学长之的这位这个毒奶选手，但是这一把居然没有毒奶。我都累炸了，我毒奶谁去啊？我都累炸包括这边的这个美工以及宣传，对，这个都是现在在大会忙的，这个忙得不可开交。现在然后这边特别感谢说了一下 Summer Feast 做一个这个游戏的广告，这个是出自那个第一届，就是前年的那个大会，在触电综合的某一个关卡的那个过渡面，就是出了这个游戏的广告。
然后介绍一下这个所有出现过的这个场景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所有出现的 BGM， 这个作者就是萨玛大大在网易云有一个歌单，对，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去找一下。这个作者说一下，这个敬请期待，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呀？这个我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出了没有？是指三妹的新作呀，但是这个好像估了一年多了。那就这样了。哦，感谢赛爷的森林冒险，虽然翻了一会儿，没事啊，问题不大。那就这样，赛爷把流断了吧。